是炎亚纶，现在在那个休息室里面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想做，因为到现在呢，我还没看到我自己的预购签名单，还有一些赠品，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要去偷翻我企划的办公桌，因为通常那边呢是禁止进入，但现在他们人都不在。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。通常呢，这边是没有办法让艺人进来，因为很多企划秘密都是不能被告知，所以现在来看一下。这应该是签名单。签名卡。7-Eleven 的一部分。这样子看到这些，其他应该是电脑里面。偷看一下电脑。哦。陈信言真的是手把秘密守得很好哎。请说。嗨，然后人在干嘛？现在公司录音，然后今天想要做，又想做一件坏事，就是呢，我想要担任一个骇客。进入呢华研的公播档，那这个档案里面呢会有我的 MV， 我猜想，因为现在差不多时间了，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的 MV， 所以我要去，因为上一次已经被发现那个陈信言的座位，我已经不能接近了，我现在换另外一个人的办公桌下手，所以跟我来。有人顾左，先顾左右而言他。
这一台是那个新媒体同事的电脑。你们两位在演什么？哪一个啊？120秒。这是不可能，可能你还爱我的这个 MV 里面呢，想要呈现是英伦风，然后整个英伦的风格就是包括造型，还有这次 MV 的感觉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字是用我的字哎，是不是很帅？什么声音啊？这边传授大家一个偷看东西不被发现的诀窍，那就是所有的东西呢都要物归原位，包括刚刚耳机放在这里。好，我要给你听话啊。啊，936。836。耳机刚刚摆放的位置是。成功。